这个正规的工作加了一些，那些我都不相信了。妹妹的酒水人都说是，也只有你说不好吃。再来点配料，香菜拌皮蛋完成。再来做个香菜蛋糕。香菜蛋糕完成。再来做个香菜汁。最后再做个香菜牛肉串串。香菜大餐完成了，你先吃嘛。哇，这香菜味道简直绝了，不能让你吃啊。你不是要多大的柚子吗？啊，你又不能看到，你要把我在上面拿过来砸回来，你赔起哦。我打啷个多柚子啷个吃嘛？哪个厨师来吃嘛？我咋做洗礼精？柚子皮还得做洗礼精，我啷个不晓得呢？这一点常识都不晓得。家庭十公斤，发酵三天，洗礼精就做好了。能不能做洗礼精我不晓得，可以做柚子汤我还是晓得的。用水洗一下，去除苦味。哇，这意思真好看。可你给我做柚子汤好吃得很哟。又咋能做汤我还不晓得的，这个不是常识吗？这个都不晓得。来来，我来听你说的。等等，哎，你把这个听我讲，这个好嘞，还不是你想吃才干，我自家停开想挖就挖。等工下来你后头收拾，赶紧收拾回去了。听完了，回去给张哥吃去喽。我这张哥你打算啷个做来吃啊？当然是凉拌噻，凉拌噻。羊排照跟早就吃了，我只是改个新做法。这个香味太上头了，下次改个这个香菜来拼哈。那隐瞒个香菜更入味。听说这个烤软辣子更到位，今天我就来试试。好香啊。哎妈，你个折根烤的软包包能好吃吗？还是我在吹的好吃。天天吃两包折根就不行，你我在烤折根才另有番风味。我们就各吃各的噻。等我一下，你让妈妈等我吃点什么折根。这个我就啥时候同意。哎，你把皮都坏了，你要吃到哪了？胡不着，这是我四川朋友给我寄包便当，你看你就没吃过。便当，我从来没听说过，你不要哄我。说了你也不信，正好便当出来了，你看我做就行了。先煮个卤水，卤水要得了，那就做便当喽。你这个做皮蛋不差不多嘛，你把这皮蛋没煮成功，不会啥子新品种哦。那不可能嘛，你看我做就行了。这是我从那大半年的土鸡蛋，就正好拿来用了。放两个星期就可以吃了。看这饼干做出来了，你快吃吃看。哎，这饼干金黄金黄的还可以的。
他的卖肉你以为是这个四川地摊吗？我是第一次吃的，我也不清楚嘞。咦，二妹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大惊小怪不就是我又跑出来了吗？你的净高真奇怪，东西搞得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。我喊你头发短，近视一段，但我风潮标差五六。先把蜗牛烧开水，搞个爆辣蜗牛吃吃。再炒个料了。再倒一点干辣椒。魔鬼辣也不能错过。你放浪都还加生菜，你妈是说蜗牛哦？这个你就不管了，就这个爆辣蜗牛，我一个人吃了爽。好香啊，赶紧出去吃。哎呦，这爆辣蜗牛了。吃啷个香啷的，真的好吃。咦，这是哪一种？